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是屡见不鲜了。而今天我要带您体验的这一款无人驾驶汽车却非同寻常，它是一款载重可达40吨的5G 无人驾驶重卡。这款卡车无人驾驶级别为4级，它通过毫米波雷达、视觉和超声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融合技术。 可以对车身360度无死角感知。说了那么多，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试验一下这辆无人卡车的紧急避障能力。在试验中，行人反复出现在无人驾驶卡车前，每次卡车都能精准地检测到前方障碍，执行紧急刹车后，自动绕过障碍物继续行驶。 通过这个小试验，我们发现它的反应还是很灵敏的。想要达到更加安全的无人驾驶，仅仅有智能的车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有聪明的路。但是，怎么让道路变得聪明起来呢？4级智能驾驶的数据量很大，是车辆端所无法承受的，这就需要车路协同系统。 车路协同系统是采用无线通信、传感探测等技术手段，实现对人、车、路信息的全面感知，发挥协同配合作用，为智慧交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在车路协同技术的加持下，这款 5G 无人驾驶卡车已经是非常的安全可靠了。此外，这款载重为40吨的重卡，竟然还是一辆电动汽车，那么它的电动续航又是怎样的呢？ 自动模式启动，现在出发。经过试验，这款 5G 无人驾驶重卡的综合续航里程超过300千米，远超其他同载重电动卡车。不仅如此，它可以在45分钟补充 80% 的电量，驾驶员一顿午饭的时间，车辆就完成充电。除了续航远、充电快， 这款 5G 无人驾驶重卡还有一个让其他电动车都望尘莫及的绝技，那就是换电池。5G 无人驾驶重卡可通过 RGV 换电平台更换电池，换电全程只需2分钟。在电量不足时，卡车可以选择最近的换电平台更换电池，使得运输更加高效。 5G 无人驾驶重卡是第一个集 5G 自动驾驶和电动化相融合的案例。在未来，智能驾驶技术和新能源的结合会越来越成熟，人们将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内衣洗衣机。 看看看看，又将内衣和其他衣物放在一起清洗，不知道又得染上多少细菌。唉，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雨茹。内衣作为贴身衣物，需要每天进行更换。然而，有许多女生会将内衣攒够再洗，这是万万不行的。 内衣上每天有上万细菌，长期累积便会导致炎症等各种疾病，危害我们的健康。这时，内衣专用洗衣机便派上了用场。走，和我一起去看一看。内衣作为贴身衣物，需要进行特殊护理，不能使用洗衣机，只能手洗。 耗时费力还伤手，这款内衣专用洗衣机可以代替手洗内衣，让内衣和其他衣物一样，通过智能家电解放双手。
这款洗衣机拥有两种清洁档位，只需按启动键即可使用。机器内部利用柔软硅胶刷上下移动，重点搓洗，在净衣的同时也对衣物进行了保护。为了测试内衣洗衣机的洁净力如何，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吧。洗衣机自带水箱，污水箱和净水箱相分离，不用连接水源或安置排水口，插电即可使用。内衣洗衣机只有 A4 大小，不受空间场地限制，随时随地就可以使用。内衣洗衣机采用了真空高温双效除菌，通过真空抽压把水的沸点降低到85摄氏度，而后高温真空煮洗，除菌率高达99.99%。洗衣机内部也可以实现消毒杀菌、抑制炎症的作用。高温消毒后，使用密封盖将洗涤舱封闭，24小时内取出即可，再也不用担心衣物长时间放置而滋生细菌了。内衣洗衣机解决了我们不想手洗内衣的烦恼，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实现了内衣的洁净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也保障了我们的健康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对战篮球机。休闲娱乐有很多方式，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既不是飞行棋，也不是跳棋，那是什么呢？3秒之内，我一定投进你的篮筐。哼，只要我在这儿，你休想投进去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雨茹。休闲娱乐越来越成为大家舒缓工作、学习压力的重要方式。那有没有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感受刺激的活动呢？当当当当，就是这款双人篮球对战机，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灌篮。还等什么？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吧。双人对战篮球机利用横纵坐标知识，通过左右移动圆球控制横向位置，按下发射按钮的力度决定纵向高度，直到达到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协同才能精准投篮。对战篮球机模拟真实篮球场的场地布局，无论室内室外，随时随地就可以体验灌篮和对抗，让打篮球触手可得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让我们赶紧进行一场刺激的对战吧。Yes！ 对战篮球机可以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，观察篮球弹射，并对撞击的运动轨迹快速做出反应，不断滑动圆球进行左右移动，确认瞄准点，控制力度，投篮上分。根据篮球场地分数线的划分，对战篮球机也在相应的位置设置了篮球坑，每个篮球坑都有相应的分数，搭配小巧的计分器，随心定制计分规则，用实力进行比拼。对战篮球机不分年龄大小，任何阶段都可以来一场精彩的对抗，感受指尖上的快乐。对战篮球机让灌篮不再复杂，足不出户就能体验篮球的趣味，为单调的居家生活增添乐趣。
同时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，培养逻辑推理能力。还等什么？让我们一决高下吧。